先見到個牌寫住 PCR 要等兩個鐘。要等兩個鐘。仲要係禮拜日嘅晏晝，係要等兩個鐘。而家都成兩點啦。係啊。仲要等兩個鐘，黐線。就一陣間睇下 Nexus 要等幾耐啦。好啦。我哋最中意行超級市場去買啲上面買唔到嘅特別嘢。你中意外國嘅？我超中意超級市場。係咯 ，Friend Meyer 呢間都好大嘅，呢間係嗰啲 super centre 咁樣，有一半就係買啲咁嘅嘢食啊。而我哋通常會嚟買嘅咧，就係呢啲 cheesecake factory 嘅包。cheesecake factory 有呢啲咁樣嘅。咁樣嘅長腸地嗰啲啡色包，因為通常嗰間 Cheesecake Factory 咧，一開始佢咪會，佢就會俾啲暖包你食嘅，送一籃暖包，係啦，咁就啲長咧，就啲細嘅，啲細嘅一嚿仔 ，General size， 係啦，5.49其實又唔係特別平，但係真係好食嘅。咁我想睇下啲咩特別買咧，有大量嘅啤酒，大量嘅紅酒，都平啲咩？雖然我哋唔係成日飲，但係都即係如果要，不過如果要帶翻上去咧，就麻煩啲。好大支啊！黐線，係咯，咩幾多？1.75 liter，40几蚊，嚇幾大支黐線嘅。哇 ，Captain Morgan 好大支黐線，哇飲懵你啲。
係咯，嗱呢行係咖啡，成行都係咖啡嚟嘅。同埋呢度咧，好多時都可以揾到啲特別啲嘅咖啡。好搞笑啊！埃學有咖啡，你未試下？其實可以試下嘅。係咯，我哋有佢嗰個 Fred Meyer 嗰張卡，我哋係我有嗰張 Freddy 卡。係 Freddy 卡，可以有夠咗。係咯，佢有特價。係啊，佢嗰張卡其實真係都係就咁同佢同 customer service 嗰個問就得噶啦。因為之前我哋成日都見到，哇！點解佢有個特別平啲嘅價？點解咁點樣可以攞到咧？咁啊問佢，佢話其實你有嗰張卡就得噶啦。咁嗰張卡咧，只不過係要同佢講嘅，佢都唔需要你美國地址啊，或者啲咩資料咁樣。嗰個圖係咪即係我哋喺喺日本？日本士杯啊，食過晏飲過咖啡嗰間咯，好出名噶嘛。$20喎，要唔要試下？竟然呢度有 blue ball 喎、哦！要唔要買多試下？哦，好啊。你即係試下可以試下嘅，誒咖啡呢啲你未試過，永遠唔知究竟好唔好嘅。啊，跟住呢個係一樣。哦，呢個 Bellingham caramel lemon zest and cocoa。有 decaf 咯，好細嘅呢次。Bold organic blend is made for comfort with soft. Can't see. 呢個 bold 咧，佢就係 dark chocolate hazelnut and marshmallow。佢呢個個形容詞咧就好似啱我哋啦，即係。咪試下呢個咯。咁佢試唔試下咯？整咗呢包好似點都爛曬咁樣。咁攞紅嘅包。好，你又睇翻佢咯。佢喺後邊嘅喎。O K 啊，我哋未自己望。係咯，佢居然有啲比較特別嘅嘢。有啲超級好普通好 cheap 嗰啲 like diner coffee， 跟住有個係 like 好 artisan 嗰啲。small batch roastery 嗰啲咁樣試下啫，好，你乜都可以試下啫。好大個 card， 因為我哋通常出嚟 friend Meyer 就係佢有啲好特別嘅嘢可以試下，即係啲你估佢唔到嘅。我哋中意喺呢度買啲上面冇得買。係啊，上面我從來冇見過有 blue bottle， 不過亦都有男女都有中伏嘅，譬如嗰、那個。咁香，每一種豆。上次我哋試邊個，好似係嗰個殼啦，咁樣等，係咯，個真係唔好掂。嗱，呢一行嘅我哋經常會嚟嘅，呢度就係湯嗰行啦。呢度啲罐頭湯嘅種類同我哋上面真係多好多，成行都係喺上面。我哋啲西房啊。Superstore 很多時候都是只有半行，還有都沒有什麼特別東西，特別湯。但是他今天沒有什麼特別減價。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 Progresso 我們經常買 Progresso。 對啊，這隻 Three Cheese Tortellini 這個上次看過，但是看它的樣子不是很 appetizing 但是樣子而已，係有好多時候都 OK 嘅，佢啲湯。呢個 broccoli and cheese 好似都 OK， creamy chicken noodle。Chicken pot pie， 我呢粒啊，呢少啲 calorie。Broccoli cheese with bacon， 我呢個好似好正，俾你試下。
佢試下啦。Italian sausage and potato。Manhattan clam chowder 是一些 很多地方找不到 的湯來的，就是紅色的 clam chowder 咯，是不是這麼說，紅色的 clam chowder 番茄 base 的湯底，是咯，299 OK 啦，都是正價，因為通常那些 clam chowder 都是一些 Manhattan style， 不是 New England 啊，我先看到的，不過不知道在哪裡，這裡通常都是這些嘛，這些白色的那些，紅色很難找，是紅色上面沒有，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吃這個，我喜歡吃這個，這個也不錯， Chicken Contrast， 我們上次有沒有買過，買過不出奇，買了我覺得是什麼來的？ Stir fry vegetable， 不搞笑，即是有馬蹄、有筍、有那些菇和有芽菜仔，在一個罐口裡面它已經為你準備了，不搞笑，它出來你就可以做個小炒，我沒見過芽菜仔in a can咯，你有沒有見過芽菜仔in a can？ 我沒有見過好笑啊，好多啲奇怪嘢，咁都系奇怪嘅，我哋见识少啦，可能。咁喺 friend 牌有啲亚洲行嘅，一行亚洲嘢都叫佢就算系咁啦。即系如果住喺呢头附近，我谂呢头附近都唔会多亚洲人住啦。一般。Bellingham 冇人住 Bellingham， 即系如果移民嘅，冇人会拣去 Bellingham 住咧。一系試下圖噶啦，睇咩油咯。係咯，嗱有啲熊貓牌，哦 Panda Express 嚟嘅 ，Panda Express 嘅汁嚟嘅。你可以喺自己做 teppanyaki 咁樣嘅汁。哦，嗱仲有 PF Chang 嘅芝麻汁喎，其實有啲都可能可以試下喎。德蘇德喂 ，Me Too 呢個叫做 Me Too Flavor。真的叫德索索，要不要買罐給他？有買罐，啊，接著旁邊這個就是蘇梅醬，這個就是德索索咕嚕甜酸醬，哦，士拉叉，為什麼士拉叉的樣子不同呢？是不是都是那個士拉叉來的？這個不是那個牌子，這個牛排，這個不是那個匯豐，哦，是的，這個有些 teriyaki 醬啦，豉油啦，這個有些公仔麵啦，那個公仔麵在這裡賣很貴的，這些什麼龍心麵啦，四包899還美金，有沒有搞錯，哇牛骨湯麵成11元美金啊，這間 friend 賣是非常之大的，剛才我們在那邊還在買東西吃的，轉頭來到這裡就是那些洗澡間啊，洗面那些東西啊，這邊是洗頭水啊，跟著還有衣服啊，有鞋啊，另外一邊還有一大堆有些生活用品啊，傢俬啊，玩具啊，什麼叉都有賣，紙巾的那裡
前面呢就是有間花蜜士可以配藥的，另外一邊呢有個電器鋪，還可以買啲電視啊、遊戲機啊、相機啊嗰啲咩，等過去或者去影下啦。我哋行到嚟呢，我哋行到嚟呢邊咧，有個賣鞋嘅鋪啊，有大人有細路，好鬼多鞋睇啊！仲好多時都有啲特價添。你賣衫個 part 咧，賣衫個 part 都好大嘅。佢在前面咧。在前面就是家品部，接著就是玩具，有些 patio furniture， 如果認真每一道都走的話，這道都有排走。剛才說到它這裡有家私的，有這些桌子啊、椅子啊、下面的書架啊、裝飾品啊，接著這邊呢有啲同園藝有關嗰啲嘢啊，一出邊係啊，出邊有 garden centre 可以買啲花草樹木出翻去種咁樣嘅。啊，仲有書添 ，card， 啊 ，barbecue 爐都有得賣嘅。我調翻轉咁講，呢度究竟有冇嘢係冇賣嘅？我真係諗唔到有啲咩冇賣嘅。Friend 買仲有得入油嘅，喺個 parking lot 嘅另外一邊咧，有油站嘅。頭先經過嘅時候睇到個價錢，都好似平過出邊啲咁多噸咁樣嘅。BC 係全部大部分都係 BC 車。我哋依家喺邊啊？我哋又去吹得租啦。呢個係距離 Vancouver 最近嘅 Trader Joe， 咁入到去大部分都係 PC 人，都係 PC 人。呢啲係咩？即食沙律。因為諗住一時間去 picnic 啊。Mozzarella and tomato salad。咁睇下你中意想要。Chinese inspired salad， 中式沙律，唔搞笑。中式雞沙律。中式雞沙律。好啦，好啊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先生，你睇下有冇啲其他嘢。好啦，我哋仲有啲包添，有嗰啲可以食嗰啲包，系咯。系啊，我哋嚟出咧租，我哋通常都系中意行啲咁嘅超市。出咧租就系啲叫做大部分都系买啲natural 啲啊、健康啲啊咁样嗰啲嘢，大部分都系。呢、這個又係 Trader Joe 嘅推介之一，就係呢啲scone啊 ，mini blueberry scone。呢個幾多個啊？六個好似係咪？係啊，六個。六個四個半。通常同埋呢個咯。通常我嚟親都係會 alternate， 一次就買橙味，跟住下一次就買 blueberry， 跟住再下一次就買番茄咁樣重複。嗯，呢、这個又係 Trader Joe 推介之一啦。呢、这個叫 Magnificent Sauce，基本上有啲似 Big Mac Sauce 咁樣，又係茶包啊咁樣，係非常之唔錯嘅。即係整啲 sandwich 啊、hamburger 啊，甚至乎食沙律咧都 OK 嘅。又係 Trader Joe 介紹之一啦。呢啲 Pasta Sauce。全部都挺好的，我們試過這個啦，同埋都飛熟，這個 free cheese 啦，這個同埋都飛熟就試過啦。
呢、這個唔好記得。Gallery 呢一個未必有事。呢、這個好似都有。呢、這個有事，我呢個好多時都有買啦。喺呢度唔錯。因為佢呢個 keep 99啫嘛，好大啊。係啊，平嘅啫。這個玉像呢個味道好似有試過啦。好似有。大部分都有試過。同埋好多都幾好物。係啊 ，Pasta 都幾好啦。嗰啲電線。電線圈嗰種，係咯，要買多包啊，買多包咯，我都冇，係咯呢個電線 pasta 呢度做成嘅都好。你睇呢個咩？呢個係啲雜品啊，有啲啲車胎，係咪車胎？嗯，有啲煙殼啦，有啲螺絲粉啦，係咪有啲扭扭粉？有四種，呢個都 OK 嘅，可以你想試可以試下。唔係，幫我 show 俾你睇。三色粉都三色粉啦，咪有冇啊？三色粉啱啱開。可能賣曬，佢我唔見有三色粉喺度。佢之前有個三種顏色嘅意粉。啊，跟住上面呢兩隻咯，呢兩隻呢都唔知咩咩型咧，都 OK 嘅，都幾好食。特別形狀。都係三蚊雞啫，其實係玩。呢、這個就瘦肉啲嘅，呢、這個冇見過。呢、這個好秋天 feel， 係因為橙色。係。譬如 Frozen 嗰行咧，我哋經常都會睇嘅。呢個咩啊？韓式葱油餅啦，同埋有台式葱油餅。台式葱油餅。係咯。係乜嘢？你搞笑？嗱，呢啲好方便，佢就咁都係一係叮翻，一係興翻就食得嘅。埋嗰啲餃子啊。有包咯 ，Philly cheese stick 味嘅包，系咯，中晒力，中晒力，有包包，仲有燒賣啦，西式嘅，系咯，呢個又係 Trader Joe 推介嘅時間啦，呢個 Almond Soft Bite Biscottis， 啊呢啲咁嘅餅仔用嚟。送咖啡啊、茶啊，嗰啲係非常之一流嘅。啊，呢個又買翻盒先。但係呢個咧 ，banana 呢個就唔好啦。我係上次試過舐個嘢，因為佢入邊嗰啲，佢真係有啲，佢係真係有啲香蕉乾。但香蕉乾太硬，好難咬，變咗唔係冇食。嗱，呢款都 OK 嘅。呢、這個定翻去。嗯，要唔要？你想試另外一隻？咩啊？試咪就買曬佢。呢、這個會買翻嘅。你想買多隻就買。你想買 chocolate 嗰個？我記得攞咗啦。啊，呢、這個新嘢嚟嘅。啊，都試下新嘢。試下呢個啦 ，lemon flavor biscotti。啊，試下。啊，跟呢啲咁嘅。嗯。高新 pasta 我哋又成日買嘅，好方便啊！又係夜晚唔知煮咩飯，攞一個出嚟唔使擺冰，唔使咩就咁冰翻熱佢，係啦，咁啊食得噶啦。咁啊加啲雞啊，或者加啲沙律咁食得。咁啊餐嘅，啊呢啲 yuki 都係啦，呢啲呢只都 OK 啊，呢只都好食。係呢個好食。係咯，嗰、那個都有食過啦。嗰、那個有食過。係咯。但係我比較中意 brown bun。嗯，叫披薩啦，佢以前有個咩 flat bread 幾好食嘅，不過依家好似冇咗，唔知係咪 discontinue 定做乜事，或者賣曬啦，佢呢有自己貨，唔係有啲似呢個，有啲似，但係唔係咁四方，佢長方。冇有佢下次啦。啊，出咗最都係非常之多小食嘅。呢個叫 many things mix。啊，呢個我哋都好中意食嘅。呢個好幾款唔同嘅嘢擺埋一齊。幾錢啊？三蚊雞。你要買？誒，遲啲先。遲啲先。啊，遲啲先，我哋好多 snack。呢個要推介呢、這個。呢、這個好似有少食厭咗。咩？我屋企嗰包我自己食曬，你食曬佢。呢個都 OK， 呢個幾好食嘅。呢、這個
呢個蛇之後冇，唔會覺得好邪惡咁咯，好重咯呢個。嗯，咁啊係。因為佢係 lentils 加埋 rice 啫。咁係係咪要？屋企仲有一包。哦，咁食埋嗰個先。我食個包。係推介時間咧，呢、這個。呢、这個檸茶啊，係啊，佢入邊係有啲檸檬味嘅，咁佢係一個大茶包咁抌落啲，抌落個 pitcher， 抌嗰啲凍水擺喺雪櫃，咁隔一晚咁啊飲得嘅，加啲糖水嘅話，就有呢個凍檸茶嘅味道。我買翻個啦，點啊？我想試呢個 Carolina Gold。好啊，試下咧。我哋次次嚟親出咧，做個價錢就係睇得下，有啲咩中意啊買咧，就抌落去啦，抌落個車度啦。你想要邊樣？我哋推介嘅咖啡咧，就係呢、這個呢、這個 Bolivian Blend， 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味嘅，即係雖然。嘅價錢唔係貴嘅，$10嘅啫，係 OK 嘅。跟住買兩個啦，成日都唔夠。係啲我哋中意嗰啲咖啡嗰種味，即係啲 medium 偏，佢係 medium 偏 dark 咯，所以佢都係叫 medium dark roast。係啦，咁係飲落去佢個感覺係有啲 complex。唔係話好單一、好單調嘅感覺。我都推介呢一款，我都幾中意呢個。呢個 Summer Candle， 呢個都幾好味。嗯，係佢有啲 smoky 味嘅，有啲 campfire 味嘅。有人在點緊火喎，係咯，啲火味。啊，我哋可以嚟呢度整。係咯，我哋可以帶佢呢度個碌點火嘢。係啊。嗱，佢呢度有個嗰啲火。係啊，就係有佢有呢啲係真係俾 public 咁樣用咯，你唔使一定要租個 campsite 咁樣先至可以點火。我哋嚟咗邊啊？我哋呢個叫 Birch Bay State Park， State Park 係啦，係喺正海邊，係啊，有海風，又可以燒嘢食，又可以對住海，有啲細路仔玩，係咯，呢度幾好喎，有廁所，幾好呢度。有啲人喺度放緊狗添。可以在這裡行山啊、步啊、撐個艇啊。嗯，這裡挺好。
哋依家又玩啲算咩？嗯，户外食嘢咯。户外食嘢咯，又呢算系野餐咯。系野餐咯。系野餐。嗱，我哋又 set 咗我哋嗰张 camping 台、camping 凳。我今次就唔系煮啲咩嘢，只不过系食啲原生嘢啫。系啦，吹得咗买咗嗰啲沙律。头先喺 friend 买嗰啲包，啊，几简单。但系呢个环境唔错。因為你好醒，你找到呢個地方，呢個近近地有呢個環境嘅地方，又唔係好多人，有風景，又可以泊正喺隔離，唔使拎啲嘢拎到好遠。嗯。跟住出邊有啲幾靚嘅海景。最好係可以泊到嘅車對正個海邊咁樣。係。係好似。同最正是咩？係可以燒，係可以燒木啊！燒木係 public 嘅 fire pit， 你可以嚟咁樣。係呢度未有 fire ban， 所以可以燒木。又喺屋企嗰邊又唔得，周圍都話山火。係，又俾流水。係咯。啲人真係 golf party， 佢邊度揸過嚟嘅？嗰度有啲屋，可能喺嗰度嚟啩。後面有個人揸架Jeep，仲要係啲真係好似打完仗嘅Jeep咁。佢仲要係因為仲有啲美國旗咁樣。佢上去打仗。Independence Day 過咗。係咯，係咯。如果係 Independence Day 揸出嚟，就非常之有 feel 嘅。嗱，我依家暫時食住啲沙律同包先，等陣再煲個湯。等陣再影。係咩沙律啊？呢個係 mozzarella and cherry tomato with balsamic vinaigrette， 好簡單咁樣啫嘛。我呢個係咪個咩中式雞沙律啊？係。有啲雞，有啲花旗麵。咩花旗麵？有啲菜。你冇喺上面見過嗰啲超級市場嗰啲花旗麵賣咩？係，但係就好似咁嘅樣啦。大聲！食完沙律之後咧，我哋居然喺度煮湯添。呢個當然啦，繼續都係吹得租嘅，吹得租嘅 clam chowder， 基本上興翻佢食得噶啦。這個 clam chowder 是我們之前 在美國那時候吃過的，是啊，在 Anaheim 那次，是啊，我們又是在 Trader Joe 買了沙律，是啊，所以我才醒起我們可以買這些現成的東西，興起就吃了，其實罐頭湯也可以，我們剛才買的那些 Fred Meyer 那些罐頭也可以。不是要个炉啫嘛，咁我哋而家有炉，有个炉喺度兴翻热佢，有包，有玩，最正就是可以在車旁邊，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們喜歡在車旁邊，其實正常的人呢會拿到前面那些公園台那裡弄這些，但我們連公園台都不喜歡，想好像弄到好像 car camping 的 feel 嘛，我們就喜歡用自己的台坐自己的椅子，要玩，你覺得好唔好玩？我覺得好好玩啊！我中意咁樣，我最中意揾啲法國呢啲有海景嘅地方，可以 set 好個張台喺
就車到隔離，嗯，煮嘢食同埋食嘢，係啊，幾好玩嘅。滾啊，可以熄細啲個火。哦。辣辣的 clam chowder， 有埋個包喺度飲個湯煮食，係係咪好有 feel 啊？好快好快，呢場係富麗曲嘅，哦，咁都好啲。係咯，即係唔係由山？我以為佢山嘅。我都諗緊佢係唔知山定山底啦，唔係，唔係山。哦 ，OK， 咁都好，咁就即係先到佢入邊，起碼入邊暖，入邊熱，係咯，呢個食得。我一切開佢嚟煎。呢、這個爐啲火都幾勁喎，即係諗住哇咁又風又咩又盛，但係佢 OK 喎，都很快可以煎到熱。嗰啲湯都係啦，啲湯都好快可以快滾啊。嗯 ，OK 啲湯。快就執完曬啲嘢啦！依家都七點半，有啲涼，太陽開始有啲落山，都差唔多係時候要翻去啦。佢呢個 park 應該係開到
剛才門口看到有個牌說可以到日落的，那我想可能會差不多日落的時候有些 park ranger 走來就來巡一巡，看看有沒有車到過，外面不知道會不會鎖閘。還有外面還有個女人在那裡拿張椅子在那裡不知道看書還是做什麼，這輛車好像是她的。我們附近的人都走得七七八八，除了冰力之外呢，就是小孩子玩玩那些琴的石滑梯的地方，有廁所，這一座不知道是什麼 center， 可能會有些活動。其實那邊都還有很多人，我想可能起碼八點後的人才會走。